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vin，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要和你分享五个容易犯错的口语表达哦。OK， 第一个特价，很多人会说 for sale， 注意一下 for sale 是表示待售或者是待出售的商品，比如说 I'm sorry it's not for sale， 很抱歉这件商品不卖哦。注意一下特价，在英文中我们习惯用 on sale 这个片语， For example， women's clothing is on sale today， 女士服装今天在搞特价哦。 OK， number two，路痴，注意一下，这里千万不要说 road idiot， road 是表示公路， idiot 是蠢货。那在英文中路痴其实是说某人没有方向感，这里我们一般用 sense of direction， direction 是表示方位的意思， sense 是表示感觉，也就是你没有方向的感觉。比如说 excuse me do you know where the bus stop is， I have no sense of direction，不好意思，请问你知道公交站台在哪里吗？我真的完全没有方向感哦。第三个，住酒店，很多人会说 live in a hotel， 注意一下 live in 一般是指长期性的居住，那一般我们住在酒店呢是很短暂的，或者说一段时间，英文中习惯用 stay 这个动词，比如说 we usually stay at a hotel when we are on vacation，但我们在度假的时候一般我们都会住在酒店哦。 OK， the fourth one， 你可以打电话给我，很多人会说 You can call my cell phone， 你可以打给我的手机，你是疯了吗？ 你是疯了吗？不是我本人。 OK， 在英文中我们一般会说 You can call me on my cell phone， 也就是你可以通过手机来联系到我，打电话给我哦。OK， the last one， 我可以带你去，很多人会说 I can bring you there， 注意一下 bring 一般是指携带某物去到某个地方，英文中这里呢我们一般习惯会用 take 这个动词，所以正确的表达是 I can take you there，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说 follow me， 请跟我来，比如说 excuse me do you know where the bookstore is，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书店在哪里， it's at the cornerI can take you there， 就在街角处，我可以带你过去哦。好的，那这样子有没有搞清楚呢？还有哪些容易犯错的英文你觉得会比较常见呢？欢迎大家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记得帮我点赞转发哦。小文语会不定期更新，希望大家一定要订阅或是关注我的频道。我是 Kelvin， 这里是 IT 英文教室，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